吃骨头。心月吃什么？吃书。心月吃书。来，你看看。爸爸在那里呀，爸爸，爸爸。哦，爸爸在那里。好，爸爸在那边呢。来，兔兔，兔兔，兔兔吃红萝卜。猫猫，猫猫吃什么？猫猫吃鱼。然后这只天竺鼠会跑这个轮子。摩天轮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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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。叫爸爸带你去坐摩天轮。你看，它会跑哦。妈妈带你去坐。梦时代，梦时代，跟着去结婚就来。哎，叫妈妈带你去坐。跟说讲看，哎，我叫紧嘞。爸爸，哎，叫爸爸帮你翻。爸爸念故事给你听哈，对。好，爸爸。看，这是只猫猫，那个是什么？猫猫的牛奶哦，都是爸爸。猫猫都喝牛奶。好了，来，哦，你拿起来了，这个是柴犬的骨头，来，你要这个吗？这个是它的缎带哦，咦，这个，来，它的围巾，对，柴犬的围巾，冬天要围围巾哦，冬天冷冷要围围巾，它的骨头，对，夏天来漂亮要围围巾。啊，围巾不可以吃啊，围巾是拿来装饰用的，你看，啊，还可以哈，你要不要围这个？这个给你围好不好？